们这次要拍一个很新的、很新的类型，然后会很杀啊，因为会真的会搞一些事件出来。不快乐吗？我某种程度上是快乐，有时候不快乐。我觉得不快乐，不快乐，他不快乐，我也不快乐，生意不好，不快乐，因为很怕找不到工作。我们他妈拍 mockumentary， 你知道什么 mockumentary？ 假纪录片 ，Happy 问号。身为一个剧场导演，经常有人会问，你们剧场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？教练厉不厉害？厉害，厉害。那你觉得教练会不会很凶？会，一点点。没关系，你偷偷跟我讲，我会这样。一点点。你刚刚说会。一点。多凶啊！身体，时钟在哪里啊？时钟在这边。眼睛都看那边。后面讲到什么？想收集夏天的热。穿越条幸福的河，像座吞大象的蛇，不自量。